怎样的队伍配得上冠军之称？长梦未央，金甲无弃，登峰涅槃，惊涛骇浪，诸强之中谁能冠绝群雄？传说里记载了符文与猎手。杀我干什么？杀去！杀去！妖帝郡主小宝，别大心啊！石碑旁埋藏着斑驳的船锚。残垣间跃动起心灵的气泡。命运的调和，纵使能够凝滞时间，宝子的大招形势太漂亮了，却也难遮住隐匿处的卓尔不凡。在角落里面的根根防不了。这是荣光辉映的周末，是战火的重燃，是秩序的颠覆，是群雄再争锋，是万象之始末，是时代的缔造人，是伪神的终结者，无可阻挡，无可违逆，这就是冠军周末。